福家庭十口门，大家好，这里是为您传达天一国充满希望之消息的孝情全球新闻。天历5月26日，曾父母在孝情木兰花龙平度假村举行了为神统一韩国安卓的指导者特别集会。本周孝情全球新闻中将报道曾父母在龙平的动态消息，与天一国指导者共度两天一夜的时光，祝福花望山的孝情水，并主管了重新装修的天空步道，也将报道即将于8月9日在100万世界人共同参与下所举行的神统一世界安卓线上希望前进大会的特辑影片，请大家一起收看凝聚出征的决议。青翠绿荫茂盛的孝情木兰花龙平度假村的夏天，在6月10日，曾父母将神韩国的地区长们任命为总司令，并叮嘱在2020年所剩的7个月当中，要生死决断，全力以赴，在2年内开启胜利的神统一韩国时代。天历5月26日，在重新装潢的孝情木兰花龙平度假村，主管了为神统一韩国安卓的指导者特别集会。在过去2个多月的时间里，通过15次的恳谈会，打开言论之路，进行激烈的沟通，一心一意照亮现场的天一国指导者们，做了充满希望的报告。우리들이갖고있는모두의지혜능력생각이것을함께결집시킬수있는공동의장이마련됐다고하는것이가장큰의미라고생각을합니다어머님의말씀어머님의의도어머님의미래를우리가같이읽으면서하나되어서뜻을이루어나가는선구자노릇을해야되지않느냐생각합니다어머님께서저에게자서전이무기다자서전을보급해라그런데반드시소감을독후감을쓰게해라이렇게말씀하신뜻을잘알수있었습니다신령의불이이제붙었습니다자모님말씀하시는정심은기도회가이제읍면동까지활짝붙은가운데1200명이들어와서정말뜨거운기도를했습니다聆听一切的曾父母强调要过着体恤心情的孝情之生活。하늘부모님의꿈참부모님의소원은지상에서하늘부모님의꿈을이루어드리는거야성경역사처럼이론적으로남아지는게아니고실체적으로인류타락이후에6000년만에찾아진인류의참부모가지상에서하늘부모님을모시고사는삶을보여줘야돼마찬가지로하늘섭리를놓고볼때원리말씀을듣고뭐이론적으로이해가되고참부모님과실제적으로실질적으로거리를두고생활했다할지라도참부모의심정가운데여러분들이생활하고있구나하는경험을체휼하는삶을살아야돼나는지상에서내가살아있는동안에하늘부모님의소원을이루어드려야됐고인류를하늘부모님의
품으로나아줘야해인도해야돼그것이참부모의책임이야앞으로재단도그렇고모든일을하는데있어서새로운계획과물품을뭐만들어낸다할때는모두효정이라는이름을써야돼이게바랑산에서나오는바랑수이름을효정수라고명명할거야천일국시대에있어서모든인류가이나라백성이이효정수를마심으로말미암아하늘부모님을참부모님을치유할수있는그런은사축복의물이다이것이하늘이하늘부모님이참부모에게내리신은사여사랑이라효정이야여러분들이천보가정으로서여러분종족앞에이효정을교육해야돼그렇게되면은자연스럽게기적이일어난다这是上天赐下的恩赐也是想无限分享爱的真父母之爱在恳谈会结束后共进晚餐畅谈心里话的指导者们侍奉着真父母一起进行了木兰花和平喷泉和发望山城的点灯仪式隆平的夏日夜晚光之盛宴为了跻身成为真父母孝亲之爱的世界性地标在逐渐营造形成如此环境的孝亲木兰花隆平度假村中侍奉着真父母一起度过活动时光的指导者们决意并期望要成为照亮黑暗世界的光芒此外真父母还主管了发望山山顶海拔1458公尺高威武的天空步道奉献式在可见到韩国最高天空步道的白头大干雄壮的大自然里用环保材料制作的和平鸽放飞到北方的指导者们一起参加 One Korea 和平之路2020统一大长征的出发式画出了迈向神统一韩国神统一世界的有力步伐第二天真父母主持了在发望山重新装修的孝亲莫纳公园的奉献仪式正如生命在母亲的羊水中成长一般生命诞生的根源是水真父母将从发望山顶留下了天然岩层水命名为孝亲水祝福此地成为像母亲怀抱一般的大自然圣地오늘이바랑산의아름다운자연을보면서6천년전창조주당신께서인간을통해함께지상천국을이루려하셨던그애달픈
사정을 다시 한번 가슴 깊이 절감하며 한없는 당신의 사랑 앞에 감사드리옵니다. 창조주 하늘 부모님께서 우리와 함께하고 계시다는 증거를 보여줄 수 있는 이 HJ 모나파크가 되어서 세계 모든 백성들이 이곳을 향해 줄을 지어 모여와 하늘 부모님 앞에 찬양, 송영, 기쁨과 감사함을 노래하는 성스러운 아름다운 동산이 되고 있음을 하늘 부모님 축복하여 주시옵소서. 真父母祝愿此地成为传达对天父母的孝情与发旺山充满力量气息的孝情莫纳公园，全人类能够在大自然当中侍奉着天父母，一同喜悦相爱的孝情莫纳公园。机缘节之后，真母亲为天一国安卓亲自行走7年路程，胜利7个国家以上的国家复归与7个以上的宗团复归，宣布天一国的安卓将胜利的真父亲圣诞100周年及天咒圣婚60周年的神圣礼物奉献给天上的天父母与真父亲。在2020愿景胜利的基台上，迈向神统一韩国与神统一世界安卓，真母亲宣布崭新的7年路程，以天父母盛会之名重新打造天一国百姓，并赐予2027愿景胜利的祝福。以此为基盘，真母亲以天父母盛会为中心，为了让全世界的所有人类侍奉天父母，向着一个统一的世界前进，预计2020年8月9日要举行为神统一世界安卓的希望前进大会。为神统一世界安卓的希望前进大会要树立为宣布天父母盛会与安卓的基盘，进而为神统一韩国与神统一世界安卓具有出征意义的重要设立性大会。通过这次大会将实现迈向2027愿景的崭新7年路程的实体性出发。遵从真母亲的话语，天一国的所有祝福家庭为了神统一世界安卓必须胜利希望前进大会，遵从天父母盛会的圣名，大力展开寻找天父母子女的真家庭运动与建设天一国环境的世界和平运动，使天父母的祖国神统一韩国安卓，并完成让天父母在全世界享有主权的神统一世界安卓的使命。因没有以天父母为中心的绝对价值而陷入混沌的世界，尤其人类的贪欲引起的新冠肺炎全球性大流行，丧失与断绝以本国为中心主义的风气正在蔓延。为神统一世界安卓的线上希望前进大会以可持续的希望不断前进，将提出人类一家共同体的愿景。以宗团代表们的祝愿与美国总统宗教特别顾问宝拉·怀特的报告祈祷开始，麦基·萨尔、塞内加尔总统等
首脑级领导人的主题演讲及真父母的特别信息，向190个国家、100万世界人传达的希望前进大会。为韩半岛和平与统一的支持决议文为基础，提出神统一韩国100年崭新愿景的希望前进大会，将成为与全世界人民一起共享韩半岛统一重要性的意义深远的平台。逝去人类眼泪的和平之母，为了世界万民侍奉着天父母一起生活和歌唱的那个世界，2027愿景神统一世界安卓一定要取得胜利。由爱国志士文润国先生宣扬会主办的景山文润国先生向古阿拉里出版纪念会及研讨会，在金善郡议会议长村宏票等200多名各界指导者参加隆重举行。真父母的叔公文润国先生诞生于平北郑州平壤神学院的第11届毕业生，作牧会将三一万岁运动扩散到平北地区，整理家产，将当时70000韩元的巨款作为独立资金转给上海临时政府等。爱国志士的功劳得到认可，1990年被政府表扬并追授勋章。文先生的130多首诗以教育是第二独立运动的想法，晚年致力于培养后辈，传记向古阿拉里可在市面上书店购买。传记中蕴含着文老师对和平统一的愿望和爱国精神，以及培养后辈的意志。为神统一世界安卓即将正式出征的希望7年天运时代，感谢真父母唤醒我们，天国不是结束地上生活后去的，而是要在地上成就天国的生活。在真父母奠定的190个国家基盘上，祝愿成为以天一国主人的生活和文化开花结果的祝福中心家庭。本周下行全球新闻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看。